大家晚上好哦。Hello，大家晚上好。我刚去胡松店回来哦。然后呢，有人就跟我说：“哎，七少爷，你很久没跟我们聊聊了哈。”今天我跟你们聊，我没有放麦克风啦。还没放麦克风，应该是听得到了哈。大家好，晚上好哦。然后呢，我又看不清楚哦，都要放近一点，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我没戴眼镜啊。嘿，大家晚上好。来，今天晚上呢，没看到最近我买什么呢？大家晚上好哈。够大力吗？是不是？啊！那次我中我的车牌，中 iPad，晚上好了，晚上好哦。然后呢，今天呢，我来跟大家聊聊，聊一下子吧，聊一下子吧，因为我很累嘞，我这是最近很累，最近呢，忘买好鞋的哟。我的观音在这边，哎 哦，看不到，白色看不到，在后面，看不到哦。但是呢。今晚你们绝对看不到后面有一个人在笑，因为他在那边。哎呀，哎呀，哎，Hello LB 你好，LB 你好，大家晚上好最近呢有什么进展吗？我这个上礼拜我去拍了哪里的？拍了玉林潭哦，玉林潭，然后呢还有那个富美宫，哎，富美宫好看啊、哦、，Call you 啊，Eric Tan Zhihao call you，how to call you，什么号码？OK，I thought you still want to sell things，I thought you still want to sell the online 嘿嘿嘿，Hey，Hello，Which day you want to go out？What day I go out？See you on 啊？为了衣服，为了衣服有腊榴莲啊！腊榴莲现在我一个团队哦，很喜欢拍腊榴莲的哦。为了衣服，阿北嘛，对不对？OK 西面对联 6，Hello，Hello，大家好啊、哦！圣龙潭，圣龙潭哦，圣龙潭我印象深刻，因为它的激动大大字的。呀，为了衣服，我26号啦，我要看礼服。礼服，我不要看那个行服，不要看行服，我要看礼服，啊，我看什么？Festival，哎，Hello，我这个人放什么？Festival，but then you come back from Bukit Batok，呀，对，I just came back from Bukit Batok，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直播哈，然后呢，大家去 support，他明晚安潭，明晚安潭哈，然后呢，这个东岳胡松店。但是明晚呢哈，我是不会在东岳胡松店，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不说哦。明晚我直播了，你就懂了了哈。OK，Hello，你好。那刚才有没有看到胡松店哦？对不对？I use Facebook to do live 哦。Hello，Hi。然后呢，它的场地很大哦，弄得很大场哦。胡松店，17号他们。有甘崩哦，他们就想上次我拍胡松店呢是在3年前，龙潭路哎麦啊你好哎快，3年前我拍东岳胡松店，他就在那甘崩游了一圈啊，游了一圈，不错的哦，你们去 support 一下，1月17号，Eric Pua 你好，1月17号他们有甘崩啊，然后呢刚才有人问我了哈，东岳胡松店。12号有什么？你好，12号有什么？那我不能说嘞，我不能说嘞，哎呦，谁送我这个潮州烟？这个多少钱？这多少钱？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这个 ，OK，就是他在12号啊，12号就会有一些东西的哈，哦不。是啊，很多人就在问我说：“7307换，哪里有 game？
OK，我会说的有劲哦，就是当他们有 publish，when the temple 愿意跟你们说他有劲的时候，OK，那如果 temple on 的来哈，哦，好，等一下，哦，那我的脸憔悴的，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看得到我可以吗？OK，因为我放大，because 我不要你，我还放，今天还放美颜呢，还放美颜呢，因为太憔悴了。我是曹卓妍，999朵玫瑰，so bright 哈，OK，OK，OK。Now OK，when the temple doesn't want to release detail 啊，就是不要给他们说他们啊几时有 gain，我就不会说了。就会说了，哎呦，29朵呀，不是999朵，你慢慢按，你慢慢按，按到999朵，OK，嗯。When 阿麦，When you become 阿麦是我的 moderator 很久很久了，很久了。我的直播有9个 moderator，9个，OK，啊，我需要 moderator，因为开始的时候呢，哈，我的直播呢，哎，弟弟，你放999朵，我就跟你买鲍鱼。看，哎，999高科贵，9.9而已嘞，对不对？不划算，不要，stop，不要了，不要了。啊，给你给你，不要按了啦！你按这个东西，我都不会拿出来那个钱的，我不会拿。不要，999，900，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啊，Don't worry, be happy. OK，请你们去东岳胡同店，明天他们安谈，可以去 support 他们哈。但是呢，星期四在胡同店那边的哈，就会有够了啦，不要按了啦。OK，就会有一个其他提供哦。刚才阿强说了哈，can change to TikTok the coin。104个是多少钱？1.4啊。Tomorrow I'll do live 啊。Tomorrow 很多人会 do live，但是呢，不会在胡同店做 live，会在另外地方。不说。OK。好，现在呢，我要告诉你们关于一下本地的媒体的东西哈，本地的这些拍 video 的东西。介绍一下，哎，九二兄。OK。我不是用那个什么吗？数字媒体吗？数字媒体为什么就是数字是 number 嘛，对不对？六师弟，九二兄，OK，BK Travel 还有什么？五阿哥，哎，你们有没有看到五阿哥的 video？ Good evening everyone， 有没有看到五阿哥的 video？ 很吓人哈、哦，他的 video 啊，Typical Lion。拍谁？你比个男人 ，OK？ 哈，我是啥乖乖？你们不懂，就是五阿哥啊。有一天哦，五阿哥哦，他 send 我一个 message， 说：“哎，我要出来拍神坛的这些东西。”我说：“你给我个名字嘞。”我说：“哦，好，我给你十兄弟还是五阿哥？”哎，乖乖 ，please go watch 五阿哥 video， very good。Very good， 啊、，Very good， 去 subscribe，OK？、Okay? 那本地神坛呢？哈，最近出现了几个新秀啊，给我一个你介绍 ，OK？ Watch， very nice， 好、啊，我 search 五阿哥 ，OK？ Number one 就是五阿哥这个人，五阿哥呢，他是一个蛮专业的一个拍 video 的一个人，啊。然后呢，他有一天看到我就说：“哎，我想出来拍 video， 好啊，你来咯。”他说：“七少爷，你帮我想一个名字嘞，我给你十兄弟五阿哥。”他就选了五阿哥啊，结果他就横空出世喽，就 upload 几个 video， 很好看，我觉得也赛。然后呢，对，跟电影一样哦，跟 movie 一样啊，我自己都没有这种功夫，真的。而且他用的器材哦，很 professional 的。今天我跟他讲说，五阿哥，哇，如果你去什么 temple 遇到你的话，那个 temple 真的是哦，很，
行。Go back see. You search Facebook 啊 ，you search 五啊 five 五阿哥 ，or like 清朝五阿哥 ，you can search Facebook. Okay, it's 他没有他 only I think two three weeks only. Yeah, 对对对，不来五阿哥，对对对。His video 啊 ，tell you 啊，哎呦 ，very good 啊 ，very good. Okay, 然后呢？六师弟，好，六师弟的师师子的师啊，不是那个师师子，是不是师父师子师？来 type 一下六师弟来，Evelyn， 嘉豪啊，林 ，Big Lion， 好，六师弟，他呢也是 another one， 哦，静静在后面这样拍 video 点点，他啊，对对对对对，六师弟，去 Facebook 看他的 page， 好。也是慢慢这样，我跟他说啊，好好好，最近我们好像有很多新秀了哈，因为我老了嘛，对不对？我老了，然后我就考虑到哈，就是以后会有老七秀们 number one， OK OK， yes。I tell you something 哦，就是 recently I'm in the mode of bringing up the next generation， 好 ，OK， 就是好像我去什么庙呢，我就会哎来来来，这个是六师弟。就是五阿哥永远二十亿啊，永远五十了，现在五十了累，哦，然后呢，我就是忙着介绍这些新秀啊给那些 Temple 认识，以后呢你们 Temple 就是有这些人嘛，我帮你们拍，不用怕 ，OK， 数字媒体哦，数字 digit 的，好，然后呢还有谁啊，九二兄。出发 ，OK 啦，告诉你们哈 ，OK，very、okay? soon 啊，你们就要有几个 handphone 了 ，OK， 因为 very soon 啊 ，you see different people 啊 ，doing live or doing video and different style， 你看你们喜欢什么 pattern， 好什么 pattern，OK，、okay? 五阿哥是属于那种他没有 live， 五阿哥是拍 video 的，好、啊。他 video 是着重于每次都是大概四分钟、三分钟这样，有第二集，好像连续剧这样子的，好，哎，每一集哦都很好看。OK， 第二呢，那个六师弟啦，六师弟是拍 video 的，他慢慢回去慢慢剪。OK， 九二兄更 special 了哈、哦，九二兄你看到他你会晕倒的，拍出去哦就是那个 stand 出来哈、哦，然后呢就跳一晚啊。你想 control 家里的 don't know what， 想 control 的话啊，是九二兄 ，thank you， don't make my life so difficult， so complex， because 我觉得 complex， 我只要一个 handphone 就可以了。But 他是用 YouTube stream 的 ，YouTube 他 stream 在 YouTube， 啊，九二兄，他这些新人哦，他们在庙会的时候，他们拍 video 的时候，就是后面那边点点的嘞，点点拍。他也不去吵你，他在后面慢慢拍东西，很厉害。好，五阿哥、六师弟，七少爷老的啊，不要讲了、啊。八小弟是也是老的 ，OK， 洛伯放对。然后呢，还有那个九二兄，还有一个 PK Travel，PK Travel 呢，我要好好介绍一下哈，跟 Deepak Lion。PK Travel 哦，是一个夫妻档的。夫妻档 ，husband wife， 然后很难得的，你知道吗？来拍 video 是老公也喜欢，老婆也喜欢的嘞，很难得的 ，OK， 找不到的，好、哦，老婆就是Thai national， 一定，好、哦，然后老公是Jason， 夫妻档 ，OK， 厉害嘞，那天哦 ，Bobby 不是在，对 ，they are very friendly， 他们在哪里啊？开光那个什么九万二地，这边又做那个玉林潭，他们哦有 advantage 嘞，老婆在玉林潭，老公跑去博比那边，你看你 cover both 嘞 ，hardly and the worst 不是 the worst thing， cannot say worst thing 啊 ，the best thing about them 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五岁的小孩叫 Asher， 那个儿子哦是被 cute 的嘞。是 Q 的 Asher， 你看爸爸
妈妈哈、哦、这边拍这边拍，他儿子5岁那边哈、哦，他个还他有一个手表啊、哦，他开的，他拿个手表开，他讲，全家人在拍 video。哎呀，我说我就觉得，哎呦，真的是我以为哦，一直以来我就觉得拍 video 是属于那种年纪大的，因为你的孩子就是，我们这种孩子大，孩子不会有流量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去拍 video 嘛，对不对？他们不是他们有时就把孩子放在家里，所以拍神坛这种服务啊，很多人就是你必须要有那个热忱啊，you must have a passion. If you don't have the passion，哦，你是做不到的，真的。Can you imagine 啊，一个大的士去这边，这大的士不是大的士不便宜嘞，哦，一个大的士去那边，take video，回去剪，well，and then。你懂吗？这种 service 免费的嘛？我们 charge temple 啊，no charge temple 啊，对不对？But 就是啊，纸飞人，OK，那么小5岁就跑没有？他不常跑，把这个小孩子哦，OK，以后啊将会是一个 join lion dance 懂的，我们就是需要这种小孩子啊，啊，我们就需要这种小孩子啊，lion dance 啊什么？我觉得他是这个 potential 的，他很赞。好兄弟那么多，没有啦，他们去都是那种天神东西的，他不是去那种阴的，哦，很早没去阴的，好、哦、啊，Pick a Travel 很赞，就是，然后呢，有时我跟他们拍庙的时候呢，哇，看他们孩子就在 handphone，爸爸，Will you come back？爸爸，Will you come back？很久没来马来西亚，我要去马六甲了哈，哦。So, will it be interesting on Friday night? Yes. Yes. Thursday night, not Friday night. 对。胡松店 when you going? I don't cannot answer this question 呢。胡松店铁定十七，他们每次做庆典时候呢，他们在十七，就是会走那个布吉巴多那个，这样走一圈这样子啊，just walk around blessing 嘛，对不对？很好的嘛，对不对？好，blessing。所以我觉得，你要的话呢，就十七号，对他们的这个，嘎嘣的，哦，胡松店，他们，I don't use the word yoga 呢，I use the word 去，不是，I use the word 他们去跟他们的 supporter 进香啊，好听哦，啊，不是 yoga 哦。去跟他 supporter 进香哦，在十二号，但是呢，你们不一定到的，because it's 在，你们除非要 on leave，对，哎，supporter 哦很重要的哈、哦，我们新加坡呢将会有一组人呢哈、哦、去马六甲的，明天晚上送完船，但是我呢，我是在。3月1号啊，这一号，3月多这样，我去也是去马六甲哦，我跟着哎，Francis 啊，就跟着 Francis 师傅去马六甲，应该就是一个包工的 event 了哦。OK，啊，好，那，No，it's at 3 p.m.，下大雨，在海边请求王爷，我没去。那天我在玉林潭。哦，我是这样子的哈、哦，我是一个，这样，我看到，我知道这个 event 哦，将会有很多人去拍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去另外地方。好，Thursday I will do live. Thursday a lot of people will do live. OK，刚才我介绍新人哈、哦。OK，now，讲完 BK Travel 啊，BK Travel 是 husband and wife 跟孩子。OK。Now，还有个 typical lion 呢，the seaside one also eye open 的，you can see 咩？他们拿黄布包到这样子，你可以看到 eye open 啊。Thursday do like come out 啊，yes，加好，就是没有 temple 啦，不给包都这样一圈哦，一圈哦，玩了一圈而已。
please come on this Thursday, this 17 OK 哦 14 就是那个 台中代志工 OK 他们拿那个金星来 17 I do of course I'll do live OK 不是绕紧 G-Sol也 going 6 million where 啊是吗 我没看到勒 Gabriel Chow 这个是从四乘三中电哦 他有一个video 在我 TikTok 很奇怪的勒 要到 600万人 看到了 真的是很惊讶哦 就是看到日本人 text我说 他要来新加坡找你的 激动勒 Gabriel 你准备一下哦 我不懂他有没有来哦 OK 红到日本去啊 有一些红到巴西去啊 TikTok 厉害 国际化 I thought 我怕我卖东西哦 会破坏友谊耶 If I translated confirm OK 哦 Come on talk so much 哎哟 来啦 哎哟 support 啦 好 I lament chat 念念念啊 是不是念啊 I lament what OK come to Batu team coming yes come to typical lion OK 姐姐跟弟弟的团队 OK Do you know their TikTok follower is top now is top compared to all of us OK 我的 TikTok 某某人 TikTok 都输给 Typical Lion Typical Lion 哦, 他的 TikTok 啊, you know No I love them 哦 Yes. Okay. Now you do have not Jin Duan lah, not Jin Duan. Okay. Typical Lion hor, 他在 TikTok 啊有个 video hor, 你懂几个人 view 吗 21 million 呐 21 million view 啊 Gabriel. 啊，你的四乘三重点只有 6 million 而已啊 21 million view 啊。 那个 Typical Lion OK Typical Lion 的 TikTok 在我们目前 Temple 的 Media 它是排第一 它有大概 80 over 1000 You can see that video 21 million OK 80,000 followers 我只有 60,000 60,000 OK But we're happy already We're happy already Yeah, go and follow up, Gabriel. Okay, support. Huh? Support 我们, okay. These few days, in my chat room, they chat about something. 就是, they chat. 大王, 就是, they appreciate 赴美工. 赴美工. Good evening, huh? 赴美工那天不是拍了很多 video 董公真人嘛对不对董公真人的故事我讲了吗虽然我讲话是一段一段一段 but 我很努力的去 research and find 董公真人这个神明他到底是怎么来的 董公真人手上有一个浮尘 OK 是跟一只蛇妖有关系的 snake 啊 snake 的妖精有关系的 OK so when they post the video 6 PM 你好 when they post the video 啊 so 赴美工 share and 赴美工 commented said 谢谢你们，是你们来了之后，让我们的
event 就是让我们的 event 更加精彩。哇 ，it makes this newcomer 哦 so touch no you know。Okay, wait. Okay. It makes the effort worthwhile. Worthwhile. 第二个，刚刚去那个什么那个玉林潭。So, don't know. So, 玉林潭啊， they never expect 这么多人 appear at 他的 event. 那个陈文和是他那个跳那个sorry, I don't have a book.The book in my car. Next time, 跳那个大乘佛祖的 ，OK. So 他就在 Facebook 说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你们东西。So actually for information, all this thank you and share of 这些 newcomer 的 video is a very big encouragement to them. 所以如果在I don't know. 如果你们在神庙啦碰到我们这边拍 video 的东西的话，如果你们可以 share say just 他们不需要钱的吗？ You know they take cap there one no? Take cap. Actually to me it's not a cap, it's a time. It's a time. 很多时间。OK? 嗯。I must. Mike, I totally don't know you. 真的。I really don't know you because they are so 神秘 but you have been very supportive. Okay, now, please, it's also a big booster for viewers to know Taoism. Not yes. Well, 我去那吃 dinner. 那个秦薇啊，哦，你什么 table 啊？I cannot remember Tuan 的名字 I cannot remember people's name okay? I will remember you only when you owe me money So 好像我那天去秦薇的 dinner 就是介绍耶我就会很礼貌的 Hi 但我可能 不会记得你是谁的因为 I can't remember 我真的不记得我老了 OKSo, let's back to the subject on what am I doing now? 我在帮忙就是我不要这些 newcomer 走冤枉路走长路 because my four years doing this videoing everything 有很多冤枉路的有那欲望路的所以我的 job 就是 make sure that all these 六师弟啦五阿哥啦 although they are okay 啦but when they take 我 make sure that 他们不会 the fastest way to do good program so that everybody will love this religion 记住那天我在七福跟我说过了在这个直播的我说过一个东西的有时我去神坛的时候有些小孩子啊 then they run to you you know they run to you then they 七少爷 then their eyes are bling you know the eyes is really that they show you they want 小孩子很真的嘛 they really really show you that you are my idol you know 你是我的偶像 that kind of feeling one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外面的行为举止我们都是就是要有一个要有一个样子我们出来的三中宫三中宫我不敢去的咧开始的时候you want to know the story why I don't dare go 三中宫了 OK就是 we are a role model for kids and don't forget kids 他们很多会 touch 这种 social media 东西的 OK so 我对那些很 stupid 的 video 很 stupid 的 video 我觉得我就是会
本来我每次很生气的时候呢，我就找这些师父级的，哎 ，Why they do this? Why they do this? Right? 我们在宣扬我们的民间信仰文化，我走三步，他们就跟我拉回两步，走三步拉回两步 ，Why must you do this? 你有这么多 follower 的嘞 ，Why must you do things that pollute that they make the kids 啊，对我们的宗教有些误解。Kids 啊 ，OK。如果你没有好好的 explain 啊 ，then they will grow up 啊 ，what the shit is this man？ Then they switch， 哎，我们的民间信仰已经是 like lesser and lesser kids 了，对 ，lesser and lesser， 就是越来越少人要愿意，就是 ，you see 啊 ，when you all 去 Facebook，right？ 连很多那种 stupid video come out everything 啊，连每个就会 ，why like that？why like that？ 会反省，真的。我们的 how you share this to your how have you share this to live to live 啊，我敢在 TikTok 讲了，because 我的师父跟我讲，呀 ，OK 不要讲不啦 ，OK 因为我们一个是信仰宗教一个 freedom 的嘛，对不对？你可以信，有一段时候我也是这样子的嘛，有一段时候我也是很 lost 的，很 lost 的。Because 师爷，我哪里师爷 ？Because 啊，就是 I lost over what's the teaching that I have？ 我学了什么东西 ？Hello，Hello 啊 ，So for everybody who's on my live now 啊 ，you watching my live now 就是 be when you see kids 啊 ，everything 啊，就是。Be a role model, be a role model, 好、oh? ，但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看到 video 少给他们看，因为我们的我不懂为什么哦 ，they think that this olden day region like may not be interested， 好、oh? ，你就这样粉丝，太直了，对，错啊！你看啊，那天我在西湖公园，你看到那几个小孩子在那边拿香啊东西，在办公室啊。One day if they see those stupid video, how will they see？ 好、oh? ，so 我们。The new media 也好 ，those friends that follow me 也好 ，okay， you have to really produce video that let people like a religion and trust. That's all. That's all. Okay. Party game, movie game, yeah. So, okay lah, it's quite a complex thing. 后天初一，要过年了嘛，哈。过年不会，七爷辛苦，不会，这里。Buddhism temples arrange to these workshops, family time, and classes. 其实 ，Do you see any？ 哎，Bigger Travel 哈、哦，那 Jason 啊 ，He writes well 呢。我在家对啊 ，This is my house。Because 你要找一个不要我不要说我是主持啊，刚刚被人说的啊 ，OK， 就是你要找一个人愿意来镜头前面跟你们讲话，那是一个难的事情，好啊。第二，你要找一个可以写的，也是很难。OK， you watch my live 吧好，然后拍照啦，因为我都是相信图文并茂嘛，图文并茂。When I go yoging, when I go temple, when I start videoing, and I see things that I don't understand. 如果 I don't understand 哈 ，equals to 我的 viewer 多数啊也是不 understand。哇，搞笑行动，对啊，所以呢，is my 我的责任呢、啊，我们的责任，我希望接下来我的这班 media team 的朋友呢，哈，就是责任你要解释，好、啊、解释 ，OK， 当你看到一个神明的，你 not very clear， 好像那天我去富美宫 ，OK，
董公证人。Before I go, I do research. Who is 董公证人 ？Why people need to pray to 董公证人？因为他是一个医师嘛，医师来的。他是从一个从小很厉害、很聪明的，对，他医术很高。OK， 直到那个蛇妖是 snake 的那个 demon 啊，看中他姐姐。OK。说要娶他姐姐为 ，these are all 神话故事啊，为老婆，对，姐姐在走的时候，我别妈哦，是，他的那个就跟他弟弟讲说 ，I'm going to live with， 这个蛇妖哈 ，OK， 我会把那个菜的种子跟那个米的种子呢哈 ，tomorrow。Tomorrow 是道长，对对对，啊 ，Tomorrow I invite one person to co-host with me first 啊 ，OK， 你是不？他说，哎呀，我这个嫁给他那个蛇妖了哈，你留在家里。然后呢，他的弟弟长大的时候呢，就他 grow 嘛 ，the plants will grow right，the plants will grow right， 所以弟弟 follow 那个 plant 去找他姐姐。那个蛇妖在洞里面，墙上挂着一只浮尘哦，就那怎么样 ，whisker 啊。Hello， Whisker 对不对？就是这样，把他的 Whisker 换掉，他 make a new one and replace it， OK， 那这蛇是够笨啊，好吧？他弟弟找他的时候啊，那只蛇就拿那只假的嘛，对不对？跟着 whack， 跟着 fight with the 弟弟，那弟弟 got the original one， and kill the snake， so。He got the whisker, the 浮尘。所以是董公证人啊，为他祈祷时候啊 ，he will hold the 浮尘 ，because after 他会医人之后呢，他有这个东西对不对？他就会斩妖除魔了。那董公证人很厉害，你们可以去赴美宫啊，在宜春那边 ，North Point Business Hub 那边拜拜 ，OK。OK， 那东岳胡松殿。OK， 十二号，好，如果你要问我那个敏感问题的话，我就答你十二号三点 ，is a weekday 三点，好，他们会去他们的 supporter 那边进香 ，OK 啊 ，finish 啊，十七号晚上六点多这样，六点，哎呦。六点这样 ，join for the 游港崩 ，OK， 拜四晚上，小弟弟，拜四晚上，小弟弟有多远 ？He's hospitalized， 张定恩 hospitalized， 拜四晚上东岳胡松殿请提供，那个好看哦，好看 ，OK， 然后呢？下个礼拜一个神坛呢，他就通过十多个而已啊，十米的是要看哈，十多个机动而已。OK， 这周末有什么东西啊？忘记了，要叫我师傅啦，我不会，我不是师傅啦。但是呢，三月哈，这是一月哈 ，after New Year 三月的24号 ，24th of March， is very that one day is very exciting 啊。OK， 我最亲爱的三个 temple 都有 activity， 你说我要去哪里？现在只有一个七少爷。好，那时再讲了，3月24号 ，But how am I? I'm okay 啊 ，Zoom meeting， 月底三月的第一个礼拜，我可能会 follow 林东龙师傅去马来哥。如果你叫我去 only 一天可以，一天，我很难去 only 有多天的 ，OK？What happened？What happened？
December last year. 我的 wife said, next year, I book you. Only 10 days. Only 10 days. We are going to Switzerland. December. Okay?去年就 book 我到明年 December 的，因为他知道哦，我的 leave 都是牺牲在先夺的，你们知不知道？当我踩入这个圈子之后呢 ，OK， 我身边的朋友打麻将的也好，去运动的也好 ，they really get used to， 我是不会去 join 他们的 gathering 的。I work as a procurement. Okay. 然后呢，渐渐呢，就是你到以前 before 我做这个东西时，我是很喜欢打麻将的嘞。I really lose my time with my family， 真的很打麻将的。然后呢，我喜欢跟我的 friend 去 tree dog walk。去 nature 的东西，那种 nature 的东西我很喜欢，啊，现在我几乎是我的 past three years four years 我是没有的 ，I don't have， it's like 我的灵魂 弹古弹我不知道嘞，愿望又出现了，愿望，你可以塞我吗 ？OK， you see me at 王府宫啊。Okay, 我的工会讲的，因为我的工作是很 confidential 的。You see me 啊，当你们在神坛看到我拍 video 的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我是很专注的，我是很 focused 的。啊，我看几乎是属于什么？我看不到旁人的。啊，我是很专注的拍 video。OK， you say hi to me 哈，oh. You be filming, I don't dare disturb you. Okay, secret agent. 因为 okay, 有时啊，有时你们看我拍 video 的时候啊，然后呢 ，Kelvin Liu, SDA 什么地方？我拍 video 的时候就是我很 focus 的，就是跑来跑去，然后呢，有时我会没有回答你们的问题。Now I can answer a question though. TikTok live itself, sorry, okay. I can answer most of them. But 当你看到我在拍 video 的时候呢，在那个行动的时候呢，哈，哇，你害我，你这个 jade， 他的问题就是。Sometimes I'll put my camera up like that. 就是 bird eye view, 这样拍上去。When I put my camera up like that, I cannot see your comment already. 对不对？那个 comment will be, 就是被滚上去了吗？我看不到了。所以就无法回答你们，你们要包含这个。第二， sometimes I take video, live, 很多人。然后我看到有些 legendary 七少爷，看到一些人，就好像上面很多人之后啊，人挤人，对不对？ But the object is 在对面呢，在对面，我就会他的手一样开，对不对？我的 camera 从那边穿过去啊，穿过去拍。所以你看到我拿 camera 就这样子的，所以当我这样拍的时候呢，哈，我就不会看到 commander 了，啊。哎，说 camera，OK， okay, 啊。所以当你们看到我们打你们的时候呢，我就是不是我 rude 哦，像是 I rude 是 more on 我 I want to take different angle， 嗯 ，OK， 啊，东岳胡松店哦，拜师啊，明天安谈。东岳胡松店我印象深刻什么？就是去年九王爷时候。他安排我去东岳胡松店的笨针
That was the one that I broke my record. I broke my record. I lie for almost 6.5 hours. That's the one that you all see me. Got personal motorbike, everything. But when I do that live, 我从来没感觉到我在本真胡松店会做一个这么长这么久的 live. And when I end my live, I look at my live, I do for 6.5 hours. 我感觉不到, because basically when I do live 的时候, 我走的时候, I chit chat with the 那边的居民 ，because in Malaysia when 他们的游警、他们的这些，哦，谢谢你哦，他们的这些居民啊，就是阿妈、孩子、孙子什么啦，就是两排走过去，他们 all come and support one。But you look at Singapore， 你看这种情形吗 ？Singapore 的游警你看不到的，你看不到的，就看不到 ，because in Malaysia 它的人情味真的太浓了，太浓了。那在奔针我做了6个半小时，在巴德巴做了6个小时。I look forward to go Malaysia and do live, and I don't feel the live is so 会这么久 ，because I enjoy it. And when you enjoy to do 直播，在那边做直播的时候呢，哈，你是不会觉得久的，真的。And 他们的表演队伍哈很 supportive 的，我拿这个，然后哎。你们可以表演吗？可以表演给我的 viewer 看吗？他们说 OK on， 狼塞啦无视啊就表演了。They are very supportive， 真。下周末有 game 吗？下周末哈，我会去拍一个破地狱，你们看过了哈。But there are activities 哦，我可以跟他们讲我去哪里的。There are activities 我不会讲要去哪里的。当天你们就知道了，做直播，OK， 最近呢，有一个 very soon you see more and more very good media， submission， very good people joining in to do live to do。直播 to do streaming of live to YouTube 啦 everything， 我希望大家呢可以 support 他们哈、哦，可以再念一下啊，五阿哥 his strength， 他喜欢拍什么呢？连续剧的 video， 可以上班带五阿哥 please， 五阿哥就是 he's so good at it no， oh my god I see his video 啊，他妈 I say oh shit man。我剪不出这种 standard， 五阿哥对，我今天跟五阿哥讲说，就说，因为五阿哥哈、哦，他是一个怎么说啊 ？He has his own production 的 thing going on，OK，、okay? and 他不是很有时间去像我们这样，哇，阿飞哥来，怎么？会聊天啊？听不到声音嘞。你说明你那个怎么拔掉？没有放麦。放麦有听到声音吗？有了。我来点人数我知道你的 TikTok 啊，等一下啊，跟 TikTok 聊天一下啊。我的特别嘉宾来了。我跟你讲，你的 TikTok 哦已经超过这么多粉丝了，我只差230个人而已，就10000的粉丝，可以加一点给我吗？啊，才10000啊你！我跟你讲，我故事给人家，我是一个给人家抛弃的主播了，没有人要看我了。七少爷，你倒可怜我一下嘛？知道为什么你变成抛弃吗？哎呀，随便你们讲啦、啊，我跟你讲，我有我的观众。如果我想当年哈、啊，一直维持下去啊，没有今天的七少爷了。人家把那个厨房楼下暂时放，你也放直播。但这个多年啦，暂时放，你知道你这样子会耗到几多人吗？他暂时放那边，他不是丢那边。他暂时丢几天了，你知道吗？他早上就放到现在了嘞，现在还在那边嘞。你知道吗？等一下，我们在 TikTok 讲话呀，一边直播那里。
我没有人住好了。哎，老板，你这样子影响到多少个人嘛？你那个门那个名字大大哥那边的，你知道吗？哇，那里我头痛啊，跟你讲啊。Management， 哎，楼上 building 的人打电话给我，他讲不会你认识，让你那个姐姐一下。Management committee 咩？是啊。啊？你是啊？是啊，11个人之中一个是我嘞。如果为了你要想一下，楼上有谁？楼上有蓝仙啦，有那个关福团啦，连二楼有什么，会影响到很多神庙，不会这样子做了。你们拜神啊，不要把那东西丢在那边，是不是？哎呀 ，Anyway， 我买 live 吧，我买 live 吧，这边的 viewer 哈啊，加呀，不会啊。哎，上班粉丝加粉丝加粉丝，上班做的他的垃圾在他的店外面。他拿来做 live， 哎呦，不是做 live， 我是因为我跟你讲，知道来了解，我要做戏给人家看。第一 ，OK， everybody 啊，那啊，太可怜了，他没有粉丝的他，好，我们没有粉丝，他都花200多个哈，请大家去 like 他的 live， 他的 TikTok，OK，、okay? like 的，哦，宝宝，I want to tell you all is 就是 at him 老亮。加你的、哦，如果没有直播，今天没有的七少爷，我跟你讲，我是七少爷的祖宗。真的、啊，你摸良心讲啊！现在我只是做我要，就是我的生意比较少直播而已，对不对？错了啦！你这在整天买手表，买什么 bag 就完了。第一 ，go Europe for tour， OK？ 那个后买很多 LV bag， 可能偷了吧？你看，这是笨蛋。干爹那哎，这个全部都给新加坡讲笑话啊，是少爷。啊，老魏。哎、欸，胡松，胡松店那个胡松店没有叫我嘞，我不敢去哎。他说他有叫哈、哦。他讲啊讲没有嘞。他说有叫，我说不用怕 ，OK， 飞哥自己来的，你放怕不用怕，因为呢啊，听说屋顶是他做的。哎呀，哎、欸，你最近很红哦。啊，你礼拜六 OK 吗？我跟你讲了。我念啦。啊。你这边讲了很多人去耶，你们请不请他们？在哪里？啊，管他，我是不知道在哪里，我到时候跟你讲就对了。啊，宗教晚宴咩？啊？哦，今天你最近很忙哎。干爹找我干爹。几时？今天。怎么没有跟我讲？你看，又找你，没有找我。啊？因为啊，找你是吧？中国事情啦，我哪里有空？啊？中国的东西。叫你去啊？嗯，阿、啊、林，你又叫我去，我就去啊！好脸，你哪买鸡啊？好脸啊！我叫我去，你到时候都没有叫我去啊！你没有空，你又知道我没有空。Anyway， 给我的粉丝福利啊 ，this up 啊 ，OK， 报七少爷的名字来，来买东西的全部报上七少爷的名字，然后呢？啊，讲清楚一点，难道会贵多18000？哎、欸，今天你卖个东西，我很喜欢哎、欸。老弟，那个香不要插在那包上面的。没夹不夹？来了，好像要完了哦，来没有多、哦、那个，来。你要夹在哪里？哎、欸、，you watch this product? This product is very good though。因为每天我去楼下烧那种七月嘛，就楼下烧金子啊，送。他们的没？以前呐、啊。以前阿闷啊，现在不是啊？哎，你家不是要装修的？阿明还没去量啊？没有啦，你看，讲不，我的墙壁哪里撞到？没有这样没撞到？你看啊，明，应该去稍微边的司令啊，你对不对？还敢上我的直啊？弟，我不会 at 你的，不要，不会，不是我不 at 你，我不会 at 你啊，不会 at 我。你不要这样子哎、欸，你们不要 at 我，我老妹这个、啊。哎，这个你就不要这个，跟你讲啊，哎 ，can you watch this thing 啊？哪个箱来放？哪个箱来放？我跟你讲，这个是什么东西？七少爷，你直播的时候啊，这样子 ，OK？ 啊，来修给他修，他去修来。啊，这个好用，七少爷，我知道你的想法了。当你的直播的时候没有网络的时候啊，啊，那个磁场太强的时候啊，就剪的刚刚短鸡巴菜喽，啊。阿伟喽，阿伟喽，所以啊，是不是？然后阿没有啦，疯了他妈的，要炒掉他了。没有啊，是楼下那种啊，拜七月，我们出去拿香去插黄梨啦、啊，插什么不好？这个很好，这个我喜欢。
插在那包上面，还要等人家送，送给我嘞。啊，大香啊，你在这样，哇哇，有山了，哇有山了，有山了，山了啊，我直播有山了啊，有山了哇，不用怕，不用怕啊，不会啊，这边啊，那天像你那天去宜顺这样子，啊宜顺直播，哦，这边网络很差，这个你插下去啊。啊！玉皇大帝啊，什么神明保佑啊，未差哇！观音妈保庇啊，哇哦，有山了，有山了，有山了啊，有山了，对不对？对不对？哎，我直播你才知道，不要讲话。我没有乱讲话，我是讲人啊。哎，多少个人啊？你那边多少个人？1000多个。啊？1000多个。1000多个。妈喂，羡慕死人了！1000多个，一到直播间了，他看了。啊？哎，丢一点人数过来嘞，我人数很差嘞。请大家去 like 他的 page， 他的看什么？哇，什么粉丝？差一个200多个人嘞，加点粉丝。粉丝什么粉丝？你什么 page？ 啊，黄伟龙啊。黄伟龙很难，不会 spell。安伟龙。哈哈哈哈哈哈！哎，站一下嘞，去加点粉丝呀，对不对？粉丝差了要死现在。不用啦，不用啦，你赚大钱就不用了啦，你买去买你的 LV 包啦。哎，各位好朋友，七少爷讲不用去加他的了，我这边我这个 Facebook 跟他 Facebook 人讲了，不用加了，他已经够了，够了，粉丝够了。好啦好啦好啦，你去帮你，也要帮我卖桌子吗？什么桌子？来给你看一下，卖桌子，这个桌子好用啊，帮我看一下，我要卖桌子，卖桌子。抱啊。打麻将桌子 啊！来来，看一下，帮忙忙。来，各位好朋友，啊，桌子这边。Crazy man 呢？对。白干的桌子啊，这个不怕火烧。给帮我接来。哦，啊，你还要命哦？你要给，还是要命哦？这就来。啊、哦，这个不怕火烧，家里拜天公啊，哎，很好说，你看，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很好吃吧？哎呀，看另外一边，搞错了，什么？全部白干了？白干了，白干了完了，可以收了，因为户我帮你找 table 门，可以收了。OK， 叫，怎么嘿？阿明没有力，白干的不怕火烧啊！你们那层是磨歪的，可以撕掉的。啊，不怕火烧。白色是磨歪的，保护磨歪的，就是白色，是整个白干。多少钱？168块，免费包装哦。啊 ，168 啊？啊。哦，我剩下十几个而已。啊，上次卖20个卖到，啊，卖完了。哎，他有说的嘞，你看他后面不是乱乱的。Ringgit 啊 ，Ringgit， 马来西亚168。有符合的嘞。新加坡钱啊？啊。啊？新加坡钱啊？啊？哎，阿伯郎，看，怎么没有人买了？马来西亚可以送吗？可以打麻将。可以打麻将啊。七少爷叫你的粉丝来帮我加一下，快。OK 啊，拜拜。拜。我都不 invite 人呢、欸，也不要 invite 人，我怎么踢出去？我是不知道怎样踢出去。你看啊 ，I don't know how to invite people， I also don't know how to kick people out 。我的直播只会开跟关而已嘞。我是不会的。怎样踢出去 ？Everybody please tell me how to kick out。弟弟，啊 out 了 out 了 out 了。out 了哎呀 ，OK 啊。哎 ，can invite？ I don't know how to invite one 呢，这里啊 ，I need to invite， because I need to invite QZ Taoism 呢。Okay， tell me how to invite. Press what? Press guess 啊 ？I kick you, kick he, kick. I don't invite. Yes, means what? You are. I scared. I press already. Ah, my tongue here. Pull you up 啊。Pull you up.
female coming. Okay. Female, you come in. You must show your face on. How to show half brother? I must go and do live, then can have half. Pull up, pull up, pull up, I do for you. Okay. Yep. 各位美女哦，我跟她买很多什么嘞 ？Detergent。Detergent， 她没掉 CC 啊，她洗白，洗白个 acute 的，好、哦。没有，我的名叫肥婆，她好讲哈、哦。你来我的 live 做什么？你来我的 live 做什么？你要卖？你我的 live 是讲神明的东西的哈、哦。没有，我来问你，为什么哈、哦？你不要买那个鲍鱼。阿麦呀，阿麦呀！哎，可以这么 kick out 啊？他们那不是叫鲍鱼？没有啦，开玩笑啦！你我看你，你不要这样子跟你开玩笑是。对，文化摄影法，哎，你好，记者，你好。你阿麦，你看阿麦在那边笑，你看哪里有女孩子上来我的 live？第一句话，为什么你没有来我买我的鲍鱼？八个，What the hell？ 八罐鲍鱼100块，用到你爽。我要找那 Q 在找医生。哎、hey, ，Q 张生 ，Can you please come in？ I don't know how to add you。没有没有，你上线，他人在哪里？看到他名字哎。Q Z， can you？ 等一下，我没有啦，开玩笑啦，我跟你看一下，我是上来要跟你讲，给你，你点他的名字，你点他的 i， 他的那个名字，我听到。哎 ，Q Z， 陶医生 ，How you coming？ How you coming？ 对，哪个？哪里？我都没有看到他。点名字呢？啊 ，OK OK， 你点他的名字，点他的名字，然后下面有一个 guest 的。Yes。OK， 来上 ，OK， 拜拜，你们慢慢聊。各位是。哦 ，Hello。没来，他上楼上面。Hey.哎、欸，你帮我给他，给他多少 ？OK OK， 好，好 ，Q Z Tourism， 等一下，你不要走 ，Q Z Tourism， 你可以 follow 我吗？我没有粉丝啊？什么？你可以 follow 我吗？我没有粉丝。哦，我 follow 你的噻。Don't you ask you first thing 啊 ？Can you 买我的鲍鱼？快点 ，Don't do that。你是讲什么鲍鱼？哪一种鲍鱼、啊？哎，OK， 没有，我开玩笑，开玩笑，我下去了，我给啊，你会用啊，你会用啊 ？I show face 啥呗啊？那个视频。OK， Q Q 陶医生吗？是一个我们在直播里面的，我都会 highly recommend 的哦，你们去 at 他的。哇，谢谢。好、哦，他是，我想约他很久了哈、哦，然后呢，他就是一个道长，道士。哎 ，How to make yourself up 来的啊？啊吧，不可以嘞。那个要你的 setting 啊？啊，我看啊，好像是你的 expand， 不是，这样，哇，我放这样打，不要这样打啦，你的丢嘞，我。I don't know how to do it。哎，等一下，不能，你放你小，啊，等一下 ，OK 吗 ？Like I'll be see you，OK 吗？什么 ？OK， 来。我 energy 了，今天我要采访 Q Z Taoism 啊。有。等一下，丹姐喂老布，等一下。喂老布啊，去老布来。啊。谁？哎呦，安迪 ，sorry， 安迪你好。要采访。啊？采访谁？啊，现在有采访。安迪你好，我是七少爷。啊，他是七少爷，他跑庙，他介绍庙的，跟新多的。哦，嗨，你好。啊。哎，你妈妈不认识我，讨厌。哎，没事啊。没声音，他没有看就懂，所以他不懂。好像我有听过。师妹，你有听过？听过啦，你小小你。他没有，我妈妈没有看就懂。OK 啊，你是一同对不对？志同。不同，什么一同？啥同是一同？啊。Okay, everybody, this is, 志同哦。And then, he's the, a very young. Not young lady 啦 not young lady. So I would like everybody to
Lorong Asu, okay. I'll let everybody to like his TikTok account. Okay. This is QZ Taoism. And then, 我知道你小时候是一个, 不是一个, 很乖的小孩。 是是是。对啊。对对对。我觉得share with us more about yourself. 哇,没有啦,就也没有什么, 也不是说没有很乖咯, just 以前就很喜欢出去, 惹事情啊。 因为在家里 OK 也没有说家里不好 家里很好 只是说想要 proof 自己嘛 你知道有时候小孩子 没有那个 attention 啊 你就去外面 找 attention 嘛 你不是去外面就去冲咯 去打咯 啊 然后过后就去 每天就 哎呀 反正就是跟那些猪朋狗友啊 在那边出去 在那边 mix 连他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没有想了 你知道吗 就 怕人家讲嘛, 怕朋友讲嘛, 怕被人家欺负嘛, 所以你就先欺负人先, 啊, 真的, 你看那种有的人哦, 他的那个脸好像gag塞, 以前我脸很喜欢gag塞, 那种那边那个, 哦, stay what stay 那种这样, 啊, but 也就是因为怕人家先讲你, 所以你讲人家嘛, 啊, 年过后就, 很多事, 出很多事情啦, 你有看我的报纸, right, 那个时候, 他没有讲, 没有, 没有咩? 哦, 有一个，就所以咯，就过后就 What did you do so wrong that time? 在 army 咯，就 哎呀，就跟 officer 在那边打，骂他打架咯。啊 ，officer 啊？ 打咯，是咯。对哦，然后就有去那个 DB 嘛。你在 barrack？ 对，是。 反正过后就 OK 咯，就在那边讲，然后就去那边的时候就想很多，然后就说哇 ，I want to change， 呀，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也是有点呆到了，就来说 What am I doing with life？ 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哇，我这样一直 continue 下去 ，right？ I don't know， I think 很多 part of me 为什么会这么多，这么惹这么多事情，是因为 I think at the age。 It's very normal to have angst 啊，很多 you very angsty， 你知道吗？你的心里就好像想做事情一样 ，but 又不懂要做什么，然后你就每天就在那边发泄咯，然后也不懂发泄什么啊。Then 我就在那边 ，I think it gives me a lot of time to reflect， to think about what should I do with lif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啊。Then 我就在那边开始想，嗯。Then also， 以前 ，Yeah，I think some people know 我是 ex Christian 嘛 ，Then 我那个时候很 ，actually 我 faithful 的，我真的会去 church 啊 ，Then 会去，我有 convert 几个 friend 当 Christian 的，Then 等一下过后我就自己我觉得说 ，It is not helping me because I am not growing as a person， 虽然我的 knowledge of the religion is a lot， 学很多 ，But 我人没有变。 啊，所以我才会开始去找，我要去找 wisdom 的可以帮我。哎 ，hello， 对，Tariq，hello， 是咯。所以我才去 explore 嘛 ，explore 到道教，然后 explore 到道教了，他的那些道理真的是 hit 我 in the heart，然后我才学到我做人要怎么做人，怎么处事，对待生活是要怎样，对待我的人生我要怎样，我才有一个 very clear 的一个 guidance 啦。 Who is the first person that you met that 改变你？ 改变我啊？ 我没有， I think 是 along the way， 也 first person 很难讲说 first person that 改变我了，没有什么，我是 actually 比较是我， 哈？ 你道教， then you met someone right about everything， how you end up from Christianity to 道教？ 哦， 没有人改我的， 真的是我自己读书读出来的。 啊，这么厉害啊！嗯，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哦，你要变成道教徒，哦，你没有一个人叫我说怎么拜神，也没有人，因为我家里没有拜神的，我家里最多就是去那种好像哦五行啊灵啊哦拜就好啊，你跟他讲什么灵你拜的就 OK 那种，反正没有信的，然后过后就所以也没有人逼我啦，也没有人教我这种东西，所以。 我就是自己真的读书读出来，我就读，因为我那个时候要准备读大学了嘛，连我以前
学校，我是蛮喜欢读故事书这种东西，我就 pick 到那个道德经，然后我自己读道德经的时候，我才知道有道教这个东西。那我真的以前以为哦，道教哦，就是只是那个 medium 嘛，这些啊跳档跟拜拜为了求财这样而已，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以前我是 Christian， 所以我也是没有少讲说哦，道教是 devil worship。Honestly， 因为我不了解，没有人跟我讲。连那个时候，那个 impression 就是这样。然后我就从 you have impression of 道教 as 跳档，拜神求财，拜神求财，对啊，就是有事情才去庙拜拜这样啊，抓鬼，啊，连符这样哎，我什么都不懂，我不知道他有 because。现在也是很多人都是跟你，都是会经过你这个阶段的、啊。嗯 ，I'm more interested to know is how you changed from that perception to what you are today. My perception 哈，因为其实很，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个change in perception about 道教 for me 是就是我读《道德经》。我才发现到原来 Taoism 有 philosophy， 它有一个哲学在后面，它有一个目的 of this thing 的。It's from 道德经 it's a book, correct? It's a book. 道德经。道德经。就是说我们对于那个世界要有怎么样的观念，要有怎么样的态度，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也不是说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这个世界，我才明白哦 ，it's not so simple， it's not external， you know the religion is not everything that is external， 就是外面的那种你看得到的东西，其实它有一个内核在里面。然后我就哇 ，interested to know about 这个内核的东西，所以我才对道教改观。你怎么会去碰到这一本《道德经》呢？因为 for your information， now。I still don't have a chance to touch 道德经。诶，你要吗？我有嘞，一本我给你了。读了被晕倒的。啊，短短，因为它短短一本的，我是在那个。说有出道。啊，等一下，我有一本小小本的，你看啊，这边，我有一本小小本的《道德经》。So what is inside this 道德经 that changed you？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我的，因为我的 past experience 是 Christian 嘛，所以 when I explore other religion 的时候 ，I go by the 我先要了解的是 what is their definition of God 啊，所以因为你要从一个 religion 换成一个 religion 不是一天的，这样突然间跳过去的，不说不信就不信，所以我还是要先 我用我的 Christian 的 mindset 去understand 别的 religion 的时候，我一定要 first understand 说，哦，他们的 concept of God 是不是跟我还是 Christian 的时候的 concept of God 有 similarity？ 所以，我用这个东西 right， 我就去 explore 其他全部的 religion 的那些经书，我去看。Then when 我 come across 道德经的时候，它的第一章，它的 first chapter， 我就、哦、吓到了，因为他就说。他就讲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嘛。然后我就来哇，因为每一个 religion in the world right 都 try to define who God is， 就都在跟你讲说 God 是谁，他是怎样怎样怎么什么什么。那道德经他直接跟你讲说，哦，神哦，这个道哦是不可以描述的，如果你可以描述 right 他就不是道了，因为他不是，他是 beyond 我们 human understanding 的。对，然后我就来哇，很refreshing 咯，因为他终于不是好像他在跟你讲说这个 God 哦，还是这个道哦，不是人要跟你讲的，你要自己去 experience， 你要自己去体验，你要自己去学。Yeah， 然后我就来哦 very interesting 哦，这个 religion， 其实它不是只有这样外面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它有一个很 deep 的一个 philosophy 在里面。Doesn't Islam have the same concept? That time I'm not very well versed on Islam yet lah, because I'm not well versed. Like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Islam because 我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那个 religion, especially 因为他的那个 Quran 啊，那个时候
很难，我很难去拿到，但我去要去买啊，还去要还是要去请的时候，他们会问你为什么你要，但他们没有给我，然后我就来哦算了咯。嗯，不过没有道德经之后呢，有发现你是需要一个师傅的。过后因为我就开始从 philosophy 可以看。那个哲学看可以看，可是道教的经哦，这种经啊 ，philosophy 啊，有一个很来不好的点，就是说，如果你要看更多经书，网上是找不到的，因为这些经书都是你要是入门了过后，你才看得到，还是才会有。所以我就说，诶，我想了解多一点，我要知道多一点，我就去 try to 找一个师傅。因为我们道教有讲一个说，讲说要过经嘛，就是经书要一个师傅过给你，一个师傅那个师傅要传那个经给你，你才可以去看，你才可以去读。所以网上很多很多经你是找不到的。嗯，连所以我想去了解那种内核的时候，他的 inner things about 那个 Taoism 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诶，我是要去找一个师傅。对，哦，好，介绍 Land with 装。撞道场，哎，没有那个男女撞道场那个东西哦，也是一个 very affinity 的东西来的。我在 try to 找师傅的时候哦，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说要找师傅，我只是说想找 someone that can teach me about Taoism more about Taoism 的时候哦，我晚上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做梦，然后我就梦到，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我会梦到一个阿伯，他带我来。每次蹦去什么地方这样啦，就好像教我东西这样。Then anyways， 这个阿伯就突然间来我的梦里，他叫我去找一间庙，他就给我那个庙的那个名字，叫做 OK， 然后我就起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半夜，然后我就去 Google 咯，我就找那个庙的名字，他就叫金峰庙，然后我就诶。找到了，真的找到有一间庙叫这样，在 MacPherson， 然后我就在那个九寨坝对面。对对，然后过后我就按进去他 Facebook 的时候哦，我就看到说哦，他们有在开 New Class on Scripture Chanting， then is by 那个时候庄道长在那边开新班在教嘛，然后我就去 message 庄道长，我说诶，我想来 understand more 可以吗？他就说哦，来咯。come， 然后我就从那边开始 start， 连一 start 就到现在了。是，对 ，just 这个是比较玄的一个部分啊。I don't know，I think 是某机缘巧合这样吧，就真的是I think 他冥冥中 guide 我去这个路哦。嗯嗯，不，这个 how old are you now？ I'm 25哦，我今年25了。So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been in this journey？ Two years going three years 啊。都是不是从一个很 lost 的状态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我其实我是很那个时候我很 lost， 因为我 Christian 很久了，然后过后突然间你变的时候，你的 everything， 你的 mind 啊，什么东西都是在变。但那个时候都是我又是 from transition period from army 去 uni， 所以我很多东西我是很 lost 的。但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师傅带你，还是什么谁带你这样，很多这些指引啊，都是我从经书看到，还是就是冥冥中，我觉得我的祖师有显灵还是什么来帮我来盖我出这个比喻的。呀喽，是喽 ，I believe you is your faith. Whether you allow it and embrace it or not.So embrace this. So now, what are you? How are you developing yourself further from into this? 倒掉了啊！ I think 现在我没有想很多，我就是想把我的自己的 ritual 法式啊、经啊学好。可是我有一个 in 道教，因为毕竟现在以一个道长的身份 ，I think I have a responsibility， 所以我给我自己的一个 goal， 其实我是 hope to build 一个 Taoist community within the circle 啦 ，because 我觉得现在 actually 我们的 Taoist 的 community 哦是很
大的，只是没有人，没有来零零散散啊 ，everywhere 这样。所以如果 then 你也知道啦，你知道 Taoist community 很多 politics 啊，很多这个那个这样。所以我是希望说，at least 在我的 generation 不要有这种东西哦。then 每个人和气一点，我们 unite 在一起啊，不要说你是谁什么，我是那一派，我是这一派哦。你不正统，我不正统，什么什么都不要讲。我们只要是信奉道，我们都应该来come together 哈、，to promote the religion, to let people know more about our faith. I think 这个是我的一个 goal. Then also 这个 community 是可以互相扶持是最好的。嗯，不要再你知道 pull each other down. 我觉得这个是很 unhealthy, 很 toxic 的一个东西。呀、yeah, ，这个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很 lofty 的 goal 啦，把我。怎么去做 ？I think 我现在就是在一步一步在 try。Yeah. What's your biggest challenge now? Biggest challenge 啊 ，I think biggest challenge 就是 managing time 咯。我现在还在读书嘛 ，last year 了，然后我还要学我的经，然后我还有做工，我自己外面还有做工，然后我做工，我还有manage TikTok 嘛，然后我那个 build 那个 community 的东西，我有 Discord channel。Which I am, which 现在里面应该有现在有90多个人到100多个人。Then have you already formed a community? Yes, we have a Discord channel. So that Discord channel mostly are youth. What do you mean by Discord channel? Discord 是它是好像你知道以前那种 forum 这样吗 ？Forum. Okay. 是可以讲，不能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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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所以我们都有 chat chat chat. Then 我觉得哇，我跟你说一个很 touching 的东西哦 ，happened last week 哦，就是我们的一个 member right， 他因为全部都是比较是 youth 的啦，他在学校被人家欺负，然后过后我们的 community member 全部出来哦，去帮他去 support 他，然后我看到我真的是觉得说哇 ，this is the power of community。Sorry 啊，嗯，我是 generation 不懂什么的嘞，什么是 Discord channel？ Discord Discord 啦，来，我给你们看一下。等一下。是啊，我要 talk to all this generation 啊，接下来的。嗯，等一下啊，我在排经书。What is Discord channel？ 嗯 ，It's an like what WhatsApp or Telegram 啊 ？Oh shit, man！ 你等一下，怎么 flip 那个 camera？ Media for communication， 不会啦，你问我这东西，你可以回来吗？好，我看怎么 flip 我的 camera 啊 ，OK。可以，哎 ，Discord 就是这样的，哎，为什么不可以 ？Media communication， 来，这样 Discord， 所以我们的 Discord 叫这个是我们的 Discord channel， 连它有 general 的哈，我们可以在上面这样 chat 这样 share 啦。WhatsApp 没得啦。啊？是 WhatsApp 哦。是咯，对咯。But then 有 different server 吗？连这些是我们可以在里面 voice call 啊，什么这种东西。连现在我们里 It's very famous in you. Well, first time I hear this, no. 哎呀，我惨了，我老了啊。哪里有？呀啦，所以我们就有这种 channel 啦。我本来是要做 Telegram 还是 WhatsApp 的吧？哇，我自己一个人我做不了了，太多 channel 了。We have a Discord channel to discuss stuff and to be a member of this Discord channel.What's the criteria? Actually, there's no criteria. I think as long as you are interested to know more about Taoism or you just want to make friends, we welcome people of every faith. Ah, 里面也有some Catholic brothers. Ah, they are, 他们是 training to be Catholic priest. 也在里面。然后也有 Buddhist 的人，也有 witch， 也有 Hindu 的，也是在里面。全部就是我们 just。讲咯，就是 share 咯，讲咯，有什么就，就好像 friend 这样咯。连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来一个 segment under 他的这个 channel 里面哦，是specifically about Taoism 的，所以人家有什么 Taoist question 啊，都可以问。连我们里面有很多道长嘛，所以都有很多都可以来 answer。连我们也可以再讲different perspective. Oh, if you are looking for my Discord channel, right, it's the, 我的 you go to my TikTok, then the link is under at my bio there. Yeah. How to shoot temple event without rocking my belief as a Christian?
I think you're a Christian ah. Oh, okay, wow. But I think faith, you need QZ Taoism on top left side. QZ Taoism. Yeah, QZ Taoism. I think shooting the temple event shouldn't be able to shake your faith if you are very faithful as a Christian yourself. Yeah, 信仰不是这么容易被 destroyed 的。所以 if 像有的人就问我说，哦，as a Christian 我可以上香吗？ Then 你要 understand what is your purpose of doing it 咯。Yeah，如果你只是 pay respect 的话 ，then 那个香有这么 powerful 吗？Like 你一拿那个香，你就 automatically not a Christian。 I think 这个东西你们可以自己去想一下。Yeah， but 如果 for a Christian or how to shoot temple event without rocking my belief as a Christian， then you need to know what's your purpose of shooting the temple event 咯。And honestly， I don't think it is in conflict with your Christian beliefs lah， because you are 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events 嘛。Like you're not worshipping or anything。 Yeah。 来，我问你一个比较敏感问题哈，什么？就是你说的这个Taoism 道教文化对不对？嗯，道教的东西跟民间信仰呢，最大差别在哪里呢？我觉得最大的信仰就是它的民间信仰缺少了那个经书的部分，就是没有道教的经典。嗯，因为。 as a 道教徒，其实我们要信奉的是三宝嘛，道教三宝就是道、经跟师。所以虽然说民间信仰，他可能我 I'm not sure 啊，有的是佛教，有的是道教，他可能信仰的是道，信道，连他有师父吗？他有那种传承吗？师父在教吗？把他缺少了那个经典，就是说你问他哦，关于道教的思想啊，道教的经典，道教是什么？ 他可能比较不会讲出来，这个就是我觉得道教跟民间信仰差的差别咯。嗯，因为你去有时候你去民间信仰的地方，你去问他们道理，他有时候会用佛教的经典来跟你讲，有时候他会拿中华文化的wisdom 来跟你讲，这个就它就比较是一个 mixture 的一个东西，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缺少那个经对经的那个理解啊 ，that is the 差别咯，嗯，所以 actually， 怎么讲嘞？你看啊，民间信仰你也不可以 completely 说它是道教嘛，因为它也是有拜佛教的神。 他也是有拜佛祖，就是你知道像善财童子不是佛教的人物来的嘛，啊，济公也是，他是 Zen Buddhism 来的嘛，所以你也不可以，你讲他是道教也不对，你讲佛教他也好像不是很佛教这样，所以才突然间有这个民间信仰这个 brand 出来啦。But I think， 哎呀，不用这样 specific 啦。 Yeah, as long as 你信道 ah, then you are willing to classify yourself as a Taoist, I think it's enough lor. Taoism has been very embracing always the monk throughout history. Yeah. But 毕竟, okay, your word is embracing. Hmm. Yeah. 毕竟都是像善嘛。 对，是，我觉得你看啊，道教，道教 为什么叫道教？ 就是因为它要教化。 道这个东西，连 就是不关于只是道大道，它还有德嘛。我们讲《道德经》，《道德经》它有道也有德，所以很多那个民间信仰，就是神道啊、庙啊这种东西，它很注重于这个德行啊。它教你 how to be a good person， how to live life， 这些都是德，所以它也是信奉。 信奉道啊，他只是缺少那个对那个道的那个理解而已。把这种东西 ，as long as 你跟他弥补起来的话，其实他就是道教。对咯，是咯。Because，partly啊，啊，I also trying to find out what is it about. So because brother, I learn I'm psychong. I learn the stuff like you. good, good, good.
Okay, because I'm trying to say the differentiation. Do we need to differentiate? Is there a need to differentiate? 道教跟民间信仰, 需要吗? I think 这种是如果你以学术来讲, like academic 来讲的话, 那就要分啦, but 我觉得 as a community 的话, 是不需, or in the context of Singapore 的话, 我觉得是, the cons of 分 is more than the pros of 分, 所以我觉得不要分比较好啦。 嗯嗯嗯，是咯，诶，道教已经这样少人了，如果连大多数都是民间信仰了，如果你再跟他分的话 ，right， 真的道教没有人了。诶 ，no no，anyway， 嗯，啊，for my followers 啊，嗯 ，QZ Taoism， OK， 你去 follow 他的这个TikTok account，嗯 ，he make very interesting video 啊，谢谢，好 ，I notice him because 他那些 video 哈都是啊。 He use a very interesting way to introduce okay, 他的 这些道教的东西 But I find that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一个平凡我们都是俗人嘛 对不对 然后呢 How old is our boy? 25 years old only huh? Speak like old man okay? 所以我们都是属于一种 like 探索就是一直在想 hey, What is 道教? What is 民间信仰? Huh? So that's why he has his own 他的自己的一个角度看东西 哦, but it's nice to do with it's nice to watch his video 哦, 他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 不过你觉得你会 enjoy I just enjoy simply enjoy watching your video 谢谢 so, it's very well done 真的 thank you yeah I try my best 啦 so actually 你的 video 啊, 有时会不会你觉得有点 controversial 一点啊 会，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哦，我有一个 video， 我就是故意要 test 的。有时候那个我有一个我讲说地狱不存在，不是说不存在啦，我说地狱不是我们想的这样的时候，哇，那个 video 被人骂到不可以下。他说，哇，连什么多利亚贝讲怎么来什么这种东西，我说我又没有讲说地狱不存在，我只是说它不是你想象的这样而已，我只是因为我要 share more about 那个。 道教内丹里面的东西嘛，跟比较是比较他的那个深入的那种 esoteric 的思想，哇！But 很多人不可以 accept，那我就 like OK 咯，那以后我就减少讲一点点。Because you are only 25 years old， 嗯 ，and then do people find that you are a bit young to express views on social media？ Yes, they definitely do. Like the my recent video about the statue, ask people don't dump their statues under the tree one. That one a lot of people that the first comment I got was like, young boy don't know anything. Your balls haven't even grow finished. Come here talk cock. Wow, just like what the hell? Oh, okay, 好，这样咯，是哦。 Then 也是有很多就说哦，你。 他就觉得，他的 view 是对的，因为他是老的 ，but 我 everything 我都是 go by 经书的嘛 ，then 等下过后说不完，如果讲不过的话，哦说服不了他们的话，他们就会说，哦， you are still young， you have more to learn， 这样 ，then 我就、哦、OK 咯 ，I mean 是 true 吗 ？I have more to learn 嘛 ，then 我也不要跟他讲了，我没有意义去争呐，我有时候去会在 comment 跟他们去 like。 真哦，是因为我也在家里无聊啊，现在 holiday 嘛，我就应酬啊，跟他玩。<笑>做你的师傅啊，庄道长啊，嗯，他 feel 他会，人家会去他那边打小报告，就是说，哎，你土地啊，你看，你看，你看他 control 一下，会，啊，我的师傅很好，我师傅很 supportive。 of what 我做的，所以我都很感谢他的 guidance 啦，还有他对我这么 open， 你知道吗？让我真的是 freely 去做 whatever I want， 只要就不要太过分就好了呀。所以，他会有人会 complain 的，跟他 complain， 讲说我怎样怎样，就是我做 live 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我 live 的时候很吵咯嘛，没有办法啦，连那个还是。 我没有，因为我没有这么，我不是这么担当的人，所以有时候
我对于那种法器啊什么东西，我就是真的觉得只是一个 normal instrument， honestly 它就是一个 normal instrument 来的啊。但有的人很担当这个东西，然后就会 complain 咯， complain to 给我师傅咯，然后我师傅就最多跟我讲说，哦，你注意一下啊啊，这样，把他已经就没有多讲了，是咯。You have a very good 师傅，因为是我的师傅很好。当然 ，is very respectable。嗯嗯嗯嗯。But I'm just amazed by the things that you do、哦。你会去 East Coast 跟女鬼沟通？那个是 because。As a public, or as a, I'm concerned, 就是 you as a Taoist, you as a priest, and why are you doing such kind of thing, such kind of thing? Oh, I think 那个时候，因为我有一个 friend, 他也是 priest 来的嘛。然后过后，他想 start 一个 paranormal channel, 因为他以前他是那个 SPI 啊 Singapore Paranormal Investigation 的那个 group， 然后 他就想做一个 TikTok 也是啦，就关他想他的 idea 是要用借由这种 Paranormal 的 Investigation 来 showcase 道教的法术跟道教的思想，说为什么我们要做什么超度啊，还是为什么我们要就是我们怎么去跟鬼神打交道，他想去 show 出来，因为这个你知道在外面的时候通常搞到很神秘啊，没有人怎么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他想说出来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所以我去 support 他啊。对，你不觉得人家对你一些投以一种很特别的眼光吗？就是哇，你做一个道长你也去 Marine Parade 找那个女鬼，是咯 but OK 吗？ I mean 你还会去吗？我没有去，我被我的祖师爷 ban 了。我去拔杯哈，我跟你说，我拔20次了，我拿不到圣杯啊，他不让我去。Really 啊？拔不到。But 那上次你去你拔吗？没有啦，所以我跟你说出，你去的时候出事情。哇，高懒的那个人，因为你不是那种 like。师傅级哦，也是 Malaysia 的人。对，然后你遇到那种，当时也让你跪呀、啊，你真的跪下来、啊？什么东西？你去 after 你去 paranormal 回来之后被罚跪呀、啊？没有啦，没有放我跪，没有罚我跪啦。But it's just that, 就那个什么，也没有人嘛，就是比较说，因为有东西跟回家啦，在 East Coast 的时候啊，连过后就要去 settle 就很麻烦那种。哦、oh, ，OK， 对，把没有什么事情，你知道，那个很就很悬，就是哦，他的我们捡到钱嘛，然后他的那个钱哦，连续两个礼拜开多 40 嘞。哦，是咯。Actually, it's not a good thing to do paranormal. Yes, it's not a good thing. I just supporting that friend a few times only. After that, I'm not going really. Yeah. 以后啊，以后什么？我让你来跟我 co-host 一个 event 可以吗 ？Co-host 啊？哦，可以啊。什么 event？ 一个破地狱 event。破地狱？你破啊？你来 join。你有人破了，不我破了，我那会破。一个法字在做破地狱。哦、oh, ，可以啊，可以啊。But a lot of us have this sort of misconception of maybe we do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is 破地狱 about. What is the priest trying to do? Okay. Oh, actually, 破地狱 right is a very. 它有一个很 layman 的 understanding， 也有一个比较 esoteric， 就是esoteric 你们知道哦，就是那种内丹啊，还是那种比较思维上的那种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它的那个 main objective right 就是思维上的那个它的那个 aim 来的吧，只是因为很多人不了解它的那个内核，所以它才用一个比较外面的那种来。哎呀，地狱是真的还是一个地方啊？什么来跟你 explain 说这个破地狱是什么 ？So okay, basically, right? As a layman, 地狱是一个地方 ，right? 所以破地狱其实就是我
它不是有你的破钉应该也是那个有那种瓦片，连它去敲碎的 ，right？ 啊，对啊，所以它会 from 我的 understanding 啊，是它会有十个方向吗 ？for 那个瓦片，还十个还是五个啦方向 ？for 那个瓦片 to represent all realms and all dimension， the ten real the 就是 basically every dimension every realm 啦 ，in 地狱。Then 它介于那个破的时候 ，right？ 就是好像。他把那个地狱的门打开，把他的那个魂拉出来。Why have to do that? What's the purpose of poor TV?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地狱是为什么会有地狱。所以很多人就说，哦，破地狱是因为你做坏事情，你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你被惩罚下地狱。其实这个对一半，破地狱。地狱啊，其实就是它的 example， 就是有点像一个人中 depression 这样。你看啊，中 depression 的人 ，right， 他的门家里的门哈、啊、是没有锁的，把他每天躲在家里，他不要出去。那这样的时候，连他身心很辛苦，然后整天好像真的，他们说是在地狱里面这样。那真的，那 for 他的话哈、哦，他是活着的人啊，他的那个房间，他的那个屋子，算不算地狱？是啊，是啊，所以破地狱的方式哈、哦，其实就是 as a 道长，就是好像一个 social worker 啦哈，来你的家哈，敲门 ，Hello，Hello，Are you okay 啊？然后把你从你的房间拉出来，然后让你出去外面走，让你连 counsel 你，所以他一定会有奖金的，奖金的时候就是在 counsel 他那个魂啊，让他放开，连会去治疗他也是。啊，治疗他的病啊，什么那个魂的病啊，还是 whatever， 然后奖金让他放开了，然后过后哦，他不是会走出他房间哦，他就 release from hell 了吗？他就可以升天了。啊，所以其实破地狱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把你的门打开，把你救出来。That's all. But isn't he supposed to be, at hell there, being go through the punishment or something like that?没有，你要因为为什么哈、啊？为什么人会去地狱啊？是因为他有业吗？业力吗？卡就是不是讲说卡妈嘛？所以这个业力啊，是浊的，是肮脏的。他不可以升天，他不可以去轮回，因为他有这个业。所以地狱为什么每次说是火？好像哇烧啊这个地方，其实地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地狱 right 是把你的业力烧掉的一个地方。它就是 purify 你的 soul 啊，所以它 purify 你的 soul 了 ，right？ purify 到差不多 hit 到那个 requirement， 可以去投胎啊，它就放你去投胎了啊。That is the purpose of hell. Hell 不是来惩罚这个人的，其实 hell 啊 ，hell 是慈悲的 ，hell 这个地狱啊是后土娘娘啊，觉得说世人很辛苦。所以他才制造这整个十殿冥王这个地狱出来 ，right， 来去净化人的这个业力，说的他们可以继续活下去。哦，嗯 ，This is my first time listening to this 哎，是咯。我 usually my understanding of 十殿咯，就是啊，你打抢，你去这个殿，对，你偷了这个殿，要骗他去那个殿，这样子，对咯。But you say you interpret in another way 咯，是咯，这个是。哎，你经书里面讲的啦，我们看到你的心地狱啊，是你的心显现出来的，所以地狱对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你看，你如果现在去地狱的，就穿喇叭。如果去地狱的话，他地狱的人里面还是穿那个明朝那种皇帝的衣服咩？他不可以像 office worker 这样咩？连以前那个，你看那个霍巴比啦。你没什么，你欺负你的弟弟啊，你都下地狱耶。连我有一个弟弟，以前我小时候有时候很喜欢去欺负他，连我这样我不是也是下地狱。连他的那些心杂，他里面那些罪恶，有的都 outdated 了啊。连这样的话，他的那个地狱不会 update 的咩？所以这种东西，其实这个地狱的这些罪恶啊，这种东西啊，你看那种霍巴比勒，其实是以前的人为了教化人家说哦，这些是
语的。你只要你一生气，你一讨厌一个人，你的心啊受苦了，你就在地狱哦。这个是爱丽丝经书这样讲的啦，是。Everybody understand？有一点 deep 啦，所以我通常我不会讲啦，因为你知道这个。It's not deep. It's just a different kind of interpretation. Oh, interpretation of what? Basically, 一切唯心造。对，是。That's what I say 啦，就是 if you are 地狱 is not necessary die then go 地狱啊。Right， 是。你看啊，你做梦啊，你做坏事，为什么有还是会有人说哦，你做坏事会去地狱？也对，因为你看啊，你做坏事了哦，你是不是会 guilty？ 你是不是来啊？虽然你觉得哦 ，you not guilty， but it will affect you somehow 的吗？那你晚上做，你看有的人他去杀人还是害人啊，然后他过后他觉得哇、哦、OK， 我逍遥自在吧。等一下过后他十多二十年后，突然间他良心发现，哇，在那边忏悔，还是他突然间做噩梦，说他每天被人家鬼被人家杀啦，在那个在梦里面有那个鬼来向你报仇啦，这种东西，这个就是地狱了吗？你做梦的时候就是好像你在。就是你的心在显现这些东西，所以你死后的时候，你下地狱其实就跟你做梦一样的。你因为你的心 guilty， 你就 trap yourself in the hell， 你走不出来。嗯 ，not。所以很多很多道教的思想啊 ，at least 哦 ，I think 佛教也是，它是就是要让你看开，它要你放下。我们在做七月超度的时候很 interesting， 很 interesting， 哦，很 common 的一个 theme， right？ Throughout all the 超度就是叫你放下，叫你放下，不要留恋，啊，讲跟你讲说这个世界都是虚幻的，不要执着，对，嗯，你一不执着你就超生了。So what's the back to the 4 TV 啊 ？So what's the purpose of this 4 TV about? You said you go and save, open the door for the food to come out, everything, right? That's all. Yeah, that's all. 就是这样，破地狱就是只是 break， 就是请那个说出来。对，只是那个 ritual 看起来很 elaborate 啦，但其实它的那个 for 全真啊，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做那个，我们要做简单一点的破地狱，我们就拿两支箭，小小支的一支箭哦。等一下，小小自己一支箭，有一段经文，你这样，啪，它就破了，就破地狱了。嗯嗯，是咯，所以是看他这些法事啊，你看的东西啊，你说难听一点是 performance 啊，让人家看，他是把他的那个经文演出来，所以我们才叫演教嘛，演出来给人家看，让他理解里面的道理，因为这些人不会去看经书的。所以你演出来给他们看啊，其实有的东西很 simple 的。做的是什么啊？新加坡有全真教，是，我是全真的。People like believe in 你是全真教 ，believe in 你这个你所谓的这个道义证。嗯。然后呢，他走的时候呢，他下去地狱呢、嗯、，they won't be seeing those type of things that we see in Kapabila。Oh, no, why leh? Why would you say so leh? You say ma, it could be like normal office people walking here and there. Oh, no, I mean like at least for, this is what I believe lah, everybody when they, when they go to 地狱, however it portray will be whatever how they think it's like lor. Hmm. Hmm. Have you seen ma? 什么? Have you seen ma? Hmm.因为一切都是唯心造嘛，所以你的地狱 right 一定是在 created within 你的 understanding 的，你的认知。像你看啊，如果你就是根据我们就去那些葬礼啦，那些 wake 啊，你的道长念经啦 ，then after that you got somebody poster showing 十殿阎罗啊 ，then 录奖片的话就割舌头啦 ，you know so、嗯、this how the image comes in my mind 咯 ，how 我的唯心造嘛，对不对？是，然后我去哈巴比拉，我看到那些东西，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So I believe that when I pass away, I go down, see this thing 咯。
Yeah, 咯，是咯。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是真的这样的时候 ，when you really go down 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哦。哦，不要相信这个东西嘞。你不要相信这个东西嘞，你就要，放下咯，你就不要去地狱咯，你就修咯。Yeah, but 你即使你不相信这个东西，他的地狱也 still will portray as another。只要你的心是在地狱啊，你下地狱的时候，你不相信他是这样的 ，right？ 他都是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出来。像你的 lifetime right， 你最怕的是什么东西？哇啊，对，什么是 lifetime？ 就是你这一生啊，你最怕的东西是什么？生离死别。如果是生离死别的话，你在地狱的时候，他就每天跟你给你 experience 生离死别，让你怕。因为他就在我心里面。对，他就在你心里面，他就是你认你的。It will be the hell will be created based on your understanding, whatever understanding you have. 所以就是他不会，你看啊，你叫你去 imagine 一个 new color， 你 imagine 不出来的，所以 hell 一定不会有这个 color 的。呀，但如果像你看不到 green color 的人啊，他去地狱的时候，可能他就没有 green color， 因为他 cannot understand what is that。呀，是咯。Back to the topic on 那个什么，民间信仰跟大家说，就是民间信仰少了一个 sutra， 少了一个 teaching， 好吧。比较是那个 sutra， 它比较没有 based on sutra， 没有 based on sutra。So 道德 so this， but some 真的完全没有 based on sutra 吗？这没有 sutra 嘞，我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民间信仰是 based on sutra。你看 ，at least 道士我们做 ritual 的时候，我们都是 based on sutra， 我们一定要依法行科啊，就是 based on 他的那个法本那个 book 来。conduct 我们的 ritual， but 以我来讲呢，就是说我是一个民间信仰的一个 belief， 我也 pass away， 对不对？我请那些塞工来念，他们其实没有 sutra 吗？那些塞工是道士吗？那塞工就有 sutra 喽？他是道士吗？所以他不是算民间信仰吗？我们 pass away 就变成用道士来帮我们念，对不对？对哦，很多也是佛教，有的也是和尚吗？不然。explain 民间信仰跟道义证。哇，所以 basically， in Singapore， Taoism is a very broad term， 所以 Taoism can mean 道士，like 我们是我连就是他们讲说正统道教 or what they say as 民间信仰 ，which is a folk religion， Chinese folk religion。Because why is it called Chinese folk religion? Is because there are many. It's a mixture of 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beliefs in that within that belief system itself. So because it is too mixed, right? There's no one definitive religion name that you can put to them. That's why they call it 民间信仰 Chinese folk religion. Yeah, that's all. Yeah. So.But do you believe in mediums? I believe in mediums. 我以前的话，我有事情我去问 medium 的嘞。我相信 medium right， 真的是有用的。Medium 真的很好。哦、是吗？真的 medium 最厉害做的东西就是查事情。Actually medium 就是他们以前就是拿来查事情的嘛。他们来查事情还是治病啊？就是以前没有医生。那个 village 一定找 medium， 一定有用。我以前、哦、我发烧、哦、小时候我听说了，我妈妈他们、啊、跟我讲，我以前小时候我发烧一直不会好、哦、他们去找 medium， 然后给那个短牙杯、哦、拿那个扇子、哦、在那边拍拍拍拍拍几下、哦、我就好了。You believe in this? I believe. Your medium 是真的 ，but 不懂现在还有几个是真的啦，这种东西，对啦 ，but I believe medium 是真的有用的。So, 又是 a crossbreed between Taoism and 民间信仰。Crossbreed， 我们是 crossbreed 吗？我们好像我们叫 crossbreed 的吗？
就是一比对我们的本地民间信仰跟道教信仰。嗯，对。如果你到现在你 believe in mediums means you are a bit cross 吗？因为没有啊，我可以 believe in mediums， 但我不 practice 啊。因为 mediums 只是一种法术吗？它不是一个信仰吗？它是一个法术 that can type of 法术 that I can use to help me， but 它不是belief system that can teach me to be a better person 吗？那、hybrid as what那个 Mike said hybrid， OK 咯，是咯，我全哎呀 ，as long 我觉得，因为 believing in mediums doesn't contradict with 我对道的信仰嘛，只是说我不可以去当一个 medium 而已。不然对吧？就是我去拍 video， doesn't mean that you rock my Christianity， because 我觉得是不会啦。Okay, but medium has no choice. Okay, a lot of mediums have no choice. On 我采访过，it's a very 玄的东西的。actually 哈、可以啦，可以有 choice 的吧？算了，不要跟你们讲。下一集啊？下一集是 next next series。对，就是当神明点中你的时候，你可以不可以拒绝说不要做？可以，很多也是。对，我采访过十个讲说，如果不做的话，很衰的。他的运哦，就这样会这样子。呜，是啦，有办法可以选择啦。啊，不要紧，这个下一集啊，有办法可以选择。真的、真的。真的。all the while， 人家都说、就是。如果不做给我老板的话呢，他的运就像是而且因为以前会做 medium 的都是要死掉的人啊，就是身体就是来哇，已经是不久那种，所以他才借他的身体给 medium 嘛，连他 medium 他借那个身体给那个神嘛，然后他神才 in turn bless 给他那个 health 是的。Okay, where's my cat 啊？哇，我不懂哎，我的 cat， 稍我找一下。哎 ，Taoism is too broad. It's like saying what's rainbow and explaining each and every color. Yeah, lor. I mean the practices are very broad. 哦，等一下我给你看到我们。说不定啊，我们就是很荣幸啊，就是可以跟这个 Q 在 Taoism。I've been trying to look for him 啊 ，to talk to me。哎呦，黑猫。是黑猫。有人了。Hello。来。要看你。来。今天呢，很开心哦，就是刚才碰到就是肥哥哈、肥哥一下子，然后呢就是缘分哦、invite 了 QZ Taoism 上我的节目啊，就是拉上我的 TikTok 来跟大家聊一聊哈、但是呢，他你看他25岁啊，还是因为25 years old，OK， 把他思想很成熟哦，很成熟。谢谢。And he think a lot. He really read, and he really try to understand this religion. So he give us his insights into a lot of his thinking. OK， 谢谢你哈、志同。然后呢，我看我今天可以谈到要到11点了。我们留第二集。OK， 好。对。So can we get married or not? Can. Cause okay, Quanzhen at China 不可以 ，but Quanzhen 哦 ，Quanzhen 派可能 Quanzhen 派其实是要出家，连我头发要留长长绑起来这样的，哎，不可以结婚吃素这样啊。But Quanzhen 派 when he spread 的时候哦，读香港，因为我是从香港 spread 读香港的时候，哦，广东 area 的时候，他有经过打战啊，然后文化大革命啊。连所以他的那个道士全部被逼不可以出家，全部要在家，连就变成tradition in 广东 area at least that 他的道士吼不用可以结婚可以吃肉可以不用出家的，是他的师父已经三个孩子喽，是喽，哎，要第四个了喽，啊，这样厉害啊，是喽，他家里他有没有看电视节目的他？不懂哎。
庄道长要四个啦。嗯，是咯，恭喜他。Very very nice man, very nice man. I respect him. 他的师父叫庄道长。是。我跟大家这位朋友呢，他叫，他叫啊志同，哦。志同对。That is TikTok is called Tuesday Taoism. He make very nice video. Okay. So 大家去 follow 他，然后以后呢有机会呢，我再邀请他来讲他的 another 第二集哦。OK。哦，好。OK， 我先走了。你怎么做这个应该怎么？干嘛？神明点中你，你有办法解决的。嗯 ，OK 啦，那个，下次再讲。好，可以，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 follow our live， 好、哦。I don't know how to OK， why the host not the one who has bigger？ I don't know. Because I don't know how to do. I don't. I don't know. Yeah. OK， then 我先 leave 他的那个 call。You don't leave 啊 ？I don't want leave 啊 ？Okay, leave. You don't want leave 啊 ？You don't want me to leave 啊 ？You leave 啊 ？Oh, okay. Wait, how do I leave 啊？我也不会惨。Okay, thank you. I don't know how to invite. I don't know how to leave. I don't know what. I just want only. Yeah, okay 啦 ，doing good. Okay, 大家，我们就是暂时就是rest. Okay, 我们下一集记得哈。Okay, 我们大概星期明天晚上东岳湖松店哦，安潭后晚哈、哦，我们都会在东岳湖松店 ，OK， 他们会有这个掐提供，很好看 ，OK，very educational today，OK，、okay? 看看 ，see you see you， 希望呢，我大家是嘿，我们以后我的这个领导、哦、可以 invite different guests in 哈、哦、，different guests in，OK，especially、okay? from overseas， 好、哦、，OK， 拜拜。Don't know how to kick up people, don't know how to join everything. Ayo, jialat, tell you. Hey, bye bye, huh? Okay, thanks everybody.